小云，你自己醒一醒好不好？他那天跟那个女生在一起，因为刚才在你们的对话当中，他已经明确回答了，他说我那个时候我被诱惑了，我没有控制住我自己，他已经明确回答了。话锋转到你这边的时候，你感恩，基于过往，而不是他合适。所以事实上，你电话号码里面的信用卡也好，10086也好，借记卡也好，这些所谓的女生们，她们存在，就是因为你并不够爱她。所以当一段不合适的感情出现的时候，我认为应该结束，祝福你们。好，谢谢左岩老师。来，陆琪老师。小云，我更认为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中应该是打磨而不是改造。如果你发现一个人需要改造的时候，可能这个人是你选错了。因为你是一个很独立的女性，我非常的希望你不要做出一副我受了欺负你很对不起我的样子。自由选择是恋爱的基础，珍惜自由选择的机会，去找一个对的人，去找一个只需要打磨就可以在一起的人，而不去改造人，去做一个恋人，而不是去做一个母系的恋人。谢谢大家。好。